眼下就是新年了，今日换二位来宫里坐坐，便是想和妹妹们好好叙叙旧，还未恭喜平贵妃呢。皇上下旨颁布了 YouTube Creator Spotlight， 如此殊荣，妹妹您可是宫中第一人呢。谢皇后娘娘，嫔妾最得圣宠，自然对皇上感恩戴德。不过若要说到吃食，这姬贵人可是圣见不断呐。你午膳的时候吃了这么多，你现在又吃，你不怕撑着呀？哎呀，娘娘们见笑了，可是皇上就是喜欢臣妾贪吃啊，所以才好吃好喝的都宠着臣妾嘛。可不是嘛，今年入秋，皇上带咱们去韩国游玩，姬贵人呐，又是吃螃蟹，又是吃安康鱼的，还吃的连一只鸡骨头都不剩呀。对，那个安康鱼入口即化，而且螃蟹还是新鲜现杀的，好吃的不得了哎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皇后娘娘可没和咱们去韩国呢，但皇后娘娘宽容待下，想必是不会计较吧。平姐姐可别忘了，皇上还有带咱们三个一起去屏东海生馆，姐姐你还独享为弃儿的恩宠呢。理应是皇后娘娘亲自为弃儿，那日却硬是让臣妾去做，这样好的差事姬贵人当时怎么就没抢着做？平日里贵妃有什么好的，都占尽了先机想投一份恩宠，本宫让你辛劳些，你便不乐意了吗？嫔妾可不敢，您母仪天下，臣妾就算宠冠六宫也越不过您的。这敞篷跑车接送的好事不就只有景仁宫独有吗？我们景仁宫可不只有跑车接送，皇上对我们皇后娘娘那可是一个好，赏了我们手机、笔电、衣服、保养品，还有智慧型手表。手机、笔电、衣服、保养品我们娘娘也都有，可皇上放给皇后娘娘的保养品全都是最好的。简秋姑姑，你可别笑死人了，你个奴婢懂什么叫好？你且看看本宫的脸才知道什么叫好。没错，皇上可是吃喝玩乐应有尽有的都赏给了我们的贵妃娘娘。不过姬贵人啊，您的赏赐应该都只有吃的吧？是没错啦，但皇上那日还赞许臣妾可以一口气吃六个汤包呢。好了，只要是皇上赏的，这自然就是最好的。二位妹妹同住在一个宫里，连恩宠都能分着，真正难得的事，贵妃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嫔妾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如娘娘所言，皇上有什么好的，都第一个赏给臣妾。就算有姬贵人分宠，那也是嫔妾自个儿乐意。再说了，连皇后娘娘都这样惦记着臣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连恩宠都要和我这个贵妃争呢。其实啊，臣妾总觉得有时候不争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。姬贵人还真敢说呀，你领着宫里的俸禄却总是懒惰不稳定出片，你根本就是在紫禁城里俸禄的小偷。臣妾怎么突然觉得有点热啊？这扇子还是平妹妹你做贵人的时候亲手绣给本宫的，你们说这做人像不像绣花？一个眼错就全盘皆毁，一枚针鞋扎到的可就是自己。贵妃聪慧过人，必然懂得这个道理。臣妾再聪慧也比不过皇后娘娘您不会双修，但臣妾从贵人一路晋升到贵妃不过短短数月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可知呢。哦，贵妃的野心如此大，是否来日本宫也要让贤这皇后的宝座？臣妾不过说两句，皇后娘娘不必往心里去。你素来仗着恩宠就肆意妄为，可本宫的景仁宫岂容你放肆？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。简秋，即刻关押平贵妃，等候皇上发落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您的兴趣是关押平妃吗？圣旨到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皇后太辣氏，贵妃 Apple 氏，贵人居蛋布丁氏，秀玉名门，温公茂著，滋养成财政部词玉，册立到处都是疯女人有限公司，由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维护，心哉。臣妾谨遵皇上圣意，谢主隆恩。唉，这皇上的圣旨总是来得这么巧，看来这后宫以后还是得由咱们三人共同撑起。皇上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，恩宠也好，叶佩也罢，愿后宫齐心，娘娘们再无嫌隙。这个人说什么谁有嫌隙，我怎么就听不懂了？贵妃不懂，那本宫就更不懂了。哎呀，我有个坏习惯，就是喜欢说瞎话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既然公司都开了，尾牙势必是可以吃满汉全席了吧？哎呀，我差点抽筋哎！我忘了，没事。就是喜欢你，好介绍，便是想而合。好，乔伊，你现在幼稚，我口水喷出来了。像不像绣花？车子好大声啊！妹妹的如，皇上，救命啊！臣妾不够素人。接贵人还真敢说啊！锦城里最。你根本就是这个俸禄小偷，你根本就是俸禄的小偷。直接背第一个章。这皇上的圣旨踩到我的裙子了。怎么了啦？小命啊！他也就是叫什么大声的？想来贵妃是坐着饿了吧？午饭就吃咖喱饭吧。说到吃屎，你们皇上有些怪癖哈。那吃屎听说苦差事就劳烦姬贵人了。都说一盆水养一帮人，姬贵人是养出来的。听说皇上这时候转到姬贵人的脸上。两个人勾在一起了。古代女人不能靠彼此太近。现实生活中本人也是很不好的，华妃根本不用演，就是在下本人。啊！好了，就这样。嘉贵妃，你就忍耐吧，奴婢的手掌都非要穿你的耳朵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的副乳看起来好大。好啦，那我们最后呢，就恭祝各位粉丝们。哦，对不起。恭祝各位粉丝们诸事如意，猪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。